现在做得到的是，别人怎么伤害我，怎么恨我，我以前我都不会生气，我都笑笑，这一点我不太在乎，啊。但是对小孩子就那一关过了，我什么都过了，啊，我就没有这些问题，我就很平静。但是我师父说这个平静也不行，你要把所有人都当做你的小孩、你的妈妈、你最爱的所有众生，所以我们在培养啊，每天去放生啊，去超度鬼，去蒙阿波啊，故意去爱他，啊，你要慢慢培养。培养到变成一天不去想他都不行，啊，想要去帮助众生，当然帮助众生你不跑一跑不行啊，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来新加坡，那我就会想到新加坡所有众生、人事物，所以然后在这边看这边有龙王，然后呢我就会去想到这边的一切一切，那对我来讲心才会宽大，不然你每天看的经典没有对象也不行，啊，所以要尽量去。接触众生，啊，你要去接触他，与众生平等的接触，平等的去爱他，你就能够成就圆满的大悲心，这就是加入空性了。那以这个大悲心来随顺众生，来爱护众生，尊敬众生，那就能成就供养如来。那各位是把这四句话多念多念，啊，多念。心平等，圆满大悲，大悲心恒顺众生，就是供养佛。整个虚空界都没有了，整个众生界都没有了，整个众生业的都消尽了，所有众生都烦恼都断尽了。但是我们这样随顺众生呢，无有穷尽啊！你看这个心愿多伟大。那所以为什么大乘的经叫戒律？很多人不看大乘经典，我都替他捏把冷汗，这样啊。特别我们藏传佛教，我都跟人说：“哎，你们都不看经了，就看五大论就看完了，啊，你看五百大论还不如看一本经的功德。经是佛亲口说，啊，这一点是他们比较可惜的。所以我经常叫他们学中文，学中文你看经再来看论就有道理，啊，不然的话你就会偏在论而忘了经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在经典里面写的非常的圆满，而是佛亲口说，而且是佛现在就在加持你，所以为什么读诵大乘经典力量特别大啊？这整个发菩提心最重要是读诵大乘经典，所以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所以各位这种随顺众生的慈悲正念不能断，这个叫密续了，无有间断，而且行为上身与意在利益众生的行为业无有疲厌，要不断的这样去恒顺众生。各位最好做一个像急诊室的护士或医生一样，永远带着爱心跟微笑，然后呢去爱这些众生。但我发觉很多急诊室的医生护士到了晚上就去卡拉 OK 喝酒到天亮，然后来麻醉自己，这样因为他们工作太紧张，然后久了以后那个个性就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也用佛法。那如果用佛法，那我们就像一个急诊室的医生一样，护士很急，但是非常平静，非常悲心，无有间断。修行最重要就是四个字，你看，念念相续，永远永远慈悲，永远永远在菩提心，永远永远不离开空性的去广利众生，啊，把这个念变成行为，无有间断，产生了生与意的行为，永不疲倦，永不退转，去帮助众生。这些经文重不重要啊？今天各位中奖了，不用去金沙了，今天就中奖了，第一头奖啊！普贤恨愿品，那所做的一切功德，从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众生、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到第九我带各位念的恒顺众生，最后普皆回向，也就是说你所做的从一开始的发心跟所做的最后一定要普皆，不是回向给哪一个人，是所有法界众生普皆回向，从一开始的礼拜诸佛到第九个乃至随顺众生的所有功德通通要回向。回向是个悲心，回向是个空性不执着啊，回向是一个菩提之量，而不是为自己。而且回向给谁呢？皆悉回向尽法界所有众生，尽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各位要背哈，走到哪里，愿令众生常得安乐，变成你的习惯，变成你的生命。
所以无诸病苦，做生意就是自私，愿我公司发财，隔壁倒店，太好了啊！这个开公司就这样，人家赚钱，我们不赚钱，我们心里就很苦啊。但是因为那个有对立，有竞争，然后你的佛性就会失去掉啊，有对立的，有高低的，会伤害到这些东西。所以愿令所有众生常得永远都在平安快乐，无诸病苦。各位要常念，你不希望生病，多念这三句话，你就不生病，因为你一直在发愿。念一次，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你要不断的祈愿，常得安乐，无诸病苦，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新加坡人那么多，你就站在那个捷运门口，常得安乐，无诸病苦，常得安乐，无诸病苦。这比念佛还快一点，啊！所以就希望他们平安快乐，什么想什么都满愿什么，最后无诸病苦。更重要的，一行恶法皆悉不成，他们想要去金沙，然后就跑掉了；他们想要去钓鱼，鱼竿就掉了。啊，他们想要去吃肉，算了，跌倒了。所以他想要做的坏事都成就不了，一定要发这个愿哦，各位自己要发这个愿。我要做坏事，要骂人，要起坏念头，马上咬到舌头，你要发愿。当我要去想坏事，马上头痛；当我要去做坏事，马上摔倒，你要这样；当我要开车做坏事，马上撞到，你要发这个愿。所以要发这个愿，像我们都发这个愿。如果我这辈子做坏事，让我早一点死下地狱，不要多活一秒。啊，如果这辈子是做善事的，随顺因缘，多做一秒都快乐。这样，你自己要发愿，啊，善恶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好。啊，但是你一定要，也希望众生都是如此，善业成就，恶法不成，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他要去利益众生，他要去拜佛，他要去诵经，他要去参加短期出家，他要去弘法利生，赶快速速成就。更重要的，对诸众生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念一下，把地狱关起来，把恶鬼道关起来，不让他们投胎住生道，好不好啊？我们要发这个愿，凡是众生看到你，每一个佛都发这个愿，特别阿处佛。听到我名字，见到我形象，听闻我咒语者，皆关去三恶道门，就关掉。你不可能掉落三恶道，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最后让他投胎修行啊，升天啊，乃至发菩提心啊，啊，所有一切众生，因为他所累积的种种恶业，所感召的一切极重痛苦的结果，念四个字来，我皆代受。你要发愿哦，这是普贤恨愿啊！你越想要承受，你越有慈悲心，你越容易开发智慧，你越容易神通，你越容易成佛。你很怕接受这个痛苦，那不行了。所以各位，你要观想，就是前面有一百个人，然后你要这边观想，就是说你在素食店吃素，隔壁餐厅是吃肉，然后。你要一直观想他们所吃肉的恶业都给我，我还努力超度这些动物，我还消除他们吃肉造的恶业，包括老板，包括客户，你要承受他们，这个叫自他交换。你不承受，那你就没有真实的菩提心啊！所以，而且你要敢，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发了，必定满愿啊！但是有些人不相信这一套，我如果有做，我下无间地狱，他保证下去的。啊，有些人为了骗人嘛，他就是说，如果我有做，我下辈子哑巴，他一定哑巴的。啊，所以各位，这骗不了，在佛经里面太多这种业报。人家问佛陀，佛陀说他过去在为了人家做了坏事，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缺点，然后就发了一个愿，结果他家小孩子全部死掉，这样。这也是一种口业造成的，啊。所以各位你，但是如果你发要承担众生苦的这种愿一发了，你放心，你会有痛苦哦。但是痛苦完马上就是一个智慧，知道吗？啊，你会得到很大的痛苦，但这个痛苦马上让你转化，马上让你提升，你才知道原来痛苦是一个提升最好的助缘，啊。所以你要发这个愿，若诸众生因其积极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恶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就近成就无上菩提。念佛经要这样念，念得有力，
念的真实要去实做，念的病人在发誓，念的令众生都听得到，要很用心。所以令彼众生悉得解脱，就近成佛。所以菩萨如是所修的回向，回向了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恶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啊！所以菩萨所广修一切功德，所以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来做功德企业家，好不好啊？所以我刚刚带各位念功德如树林，花花叶叶，每一种功德我都要圆满，因为我有圆满圆满的功德，我才可以回向给众生。所以每天很多人就问我说，海涛法师，你这样跑来跑去不累吗？累啊，但是我赚大钱啊，赚功德啊，因为这个功德不是为自己啊，为众生才叫功德，为自己不过是福报而已，福报可以享受完的。但是你能够累积为众生的福慧功德，你才能够真实成佛，赶快帮助众生。各位，如果我成佛了，请到我的净土来接受我的招待，假后困后，对不对？哎，换我去你的净土好吗？让摩伦王问道不？那你太不慈悲了，去你家招待很差哦，啊，所以各位一定要修修。你现在开始修，你的莲花已经慢慢开了，了解吗？你的功德越来越大了，所以哪一天你成佛了，你的净土在，但是你视线成乞丐，视线成什么都可以，你都是为了拉对方去你那边，就像阿弥陀佛千百亿化身一样。所以每一样的功德都是无有穷尽的，去替众生礼佛、拜佛、供养。所以我此回向也无有穷尽，后面都是四句话，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好不好？哎，先生呗，哦，公告暗时七点，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不退转的，讲到喉咙沙哑，我也不会退转的，因为生于意业，无有疲厌，啊，保持正念，所以你要把经典当作你的行为实践。这个叫正见产生正行，所以读大乘经典重不重要？太重要，但是动机要正确，发无上菩提心，发大悲菩提心，深信因果的，既然要读，就是要去做，而且要广利众生，令众生都读诵大乘经典，啊，令众生都知道成佛之道，这样最好。所以重不重要？赶快顶礼一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问过了中午十二点，我们还可以把食物供养三宝吗？可以的，可以的。啊，那当然，诸佛菩萨是中午以前吃饭的，但是我们供养的时候，只要有佛像在，都算了。啊，不可能说晚上不要拜佛啊，佛在睡觉啊，不可能的事情。你晚上也要供个花，供个香，就是这样而已。法师的影片有几版《大随求心咒》。学哪一版都可以吗？标准版是嗡巴拉巴拉上巴拉上巴拉印达尼乌修达尼轰轰下来，说了说啊，所以后面有更正过，因为我们看《大随求经》有两版，后来讨论的结果以后面那一版为主。请问到处念《大随求咒》，公共厕所会不会不尊敬？念在心里就好，好吗？啊，反正没人知道，但是。有些人问我戴手环可不可以，你只要挡一下就好，不用拔起来啊，或者有时候放在衣服里面。地藏经里面说米干菜叶不弃一地，地藏经说四十九天家里办丧事的时候，米啊甚至这些煮完的菜啊汁啊不要随便丢弃，那是指米跟菜都不能倒在地上。但是如果我撒水撒米给鸟吃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这还用问吗？所谓米干菜是浪费，把它丢当然不行，但是如果要布施那最好啊，对不对？布施甚至我的习惯啊，如果拜祖先的那些饭菜最好拿来再做烟供啊，或是布施给动物，就像我们前两天他们拿去布施给，听说新加坡有野猪呢，对不对？去给他们吃啊，希望那几只猪可以过得快乐一点。有时候我拿那个影片给人家看，说新加坡你给他骗，新加坡好低，我说有啦，真的有啊，真的有山猪啊，只是很可怜啦、
没地方躲了。再来，他是佛教徒有抄经，请问我往生以后，我的基督教家人不想收藏经书，我该如何妥善处理？很多寺庙包括生命协会都不愿意接受这些经书，那该怎么办？推广出去吧。我认为你看的这本书这么好，难道你都推不出去，那也有问题啊。所以劝进行者，然后当然有一些道场你跟他交情比较好，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那边。那将来当然有机会，各位把最好的经书，就是政治政见的，就已经看过不看了，拿来装账也好啊，对不对？把它装得满满的。再来，其实新加坡有很多的流浪狗，我本身每晚都去喂。法师能否慈悲请佛教生命协会帮忙护持流浪狗收容所？因为有很多的收容所都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而非不得已把狗给做人道消灭。那流浪狗收容所都集中在59三街天嘎路，我念的对吗？好，那再麻烦我们雪莉师姐经常去了解好不好啊。那是各位反正你们护持护生的里面都可以拨钱来救这些流浪狗。我们在台湾救了有3000多只 但是都是吃素的，因为关在那边只好吃素这样，但是他们也习惯了。但是对外面的流浪狗，我们就发送了很多做了很好吃的饲料，主动去撒。但是撒一定要小心，有些人就不喜欢你撒在那边，你撒在那边骂你，你不撒没事，你撒我们流浪狗都在我们这边啊。所以凡事还是要有技巧。然后如果现在你说起了，然后有关心的人就大家一起关心。再来，他说他曾经堕胎，也曾经用砖头敲鱼头，砖头敲鱼头，然后杀煮，也买过几次活鱼，要鱼贩煮，亲手杀煮给我动手术的母亲跟儿子吃。记得也曾经杀活的螃蟹煮家人吃，是30多年了。我女儿30岁的时候，10年前她因为经常头痛，小便处曾几次长暗疮，还会突发性惊恐，比如牙医要放快几斤在她身上，会让她呼吸急促，得马上站起来，也不能到封闭的地方。第一次堕胎是在40多年前，请问如何教导弟子消解这些罪业，帮助他的女儿？做错这是每个人都会的，但是我们懂得忏悔就好啊。佛法叫我们懂得忏悔，当然忏悔是面对佛菩萨，以佛菩萨的慈悲加持，让这个冤亲债主业力消除。所以各位忏悔一定要观想佛同他的眉间或身体放光，放光，然后照着你痛苦的业，甚至照着那些受苦的你伤害的众生，包括堕胎胎儿啊。但是你有真心的忏悔，他就会原谅你，再来做功德给他。做功德就包括我们今天参加法会啊，放生吃食啊，做替身多玛都可以，你自己读诵大乘经典啊去布施水啊都可以。然后最重点，堕胎也好，你杀害的这些动物也好，它就是要你一颗向它的忏悔心跟愿意帮助它的心，这样就够了。然后最大的力量是三宝的力量，所以你为它念佛，哪怕送个心经念个咒，它就会得到三宝力量的加持。那我想多做几次它就得以超度，但是千万不要耿耿于怀啊。重点是，最大的重点是帮助别人不要再杀生了，帮助别人不要堕胎了，帮助别人超度堕胎了，就是这样。甚至印几本相关于这方面的经典或是佛教书籍去帮助别人都可以。所以来法会功德，我向所有被堕胎胎儿过去所打所杀所吃各种动物亡灵及他的女儿消除头痛惊恐各种呼吸急促，得身心自在。再来，请问家人被附体的，
附体，附体就是无形众生附体的，他知道这是因果现前，这两个月替他做功德回向，用慈悲心跟严肃的跟他对话也没办法，法会也写牌位了，该如何处理？一定要对症下药，就是说这个附体到底他要什么啊？他要什么？当然你要很冷静的、很平静的去求佛菩萨，让你知道他要什么。我想这个附体，他能够附体，他一定能够知道他要什么的。他甚至会跟你对话，然后从这里面你都不能跟他 argue， 你不能跟他很严肃的对话啊，你只能说那我对不起你，我怎么样的来回向给你啊，如何如何。当然有时候也可以透过第三者会懂得对话的人，对不对？也有这种人，但是基本上虔诚的忏悔，广修功德，祈求佛菩萨，而不是把他赶走，是让他快乐，快乐就是超度啊。那我想尽力去做三宝不可思议。再来，法会功德回向老美英身上，冤亲债主，请问法师刚刚讲到多去认识几个朋友，这样不是攀缘吗？有什么好处？攀缘是动机不对叫攀缘，动机对，你希望他学佛，你希望他吃素，你希望他得到你的功德，就不叫攀缘、应该这么看。所以各位多去结缘好吗？去跟众生结缘。再来，边走边听楞严咒歌，同时默念，是否跟念佛功德一样？每一种佛号经典咒语都有它不可思议的功德，只要你有信心，而不是哪一个高哪一个低啊。再来，如果亲戚朋友被妖魔鬼怪冤亲债主附体或干扰，是否可以播放楞严咒歌来帮助或赶走他们身上的妖魔鬼怪冤亲债主？所有的佛号经典咒语之所以会产生力量，是来自于悲心而不是赶走他啊，是来自于感化他而不是赶走他。当然如果这个人不懂了楞严咒，但是至少你跟他说这个楞严咒有很大的悲心啊，可以让魔，假设有魔的心都可以变成悲心啊，啊，变成一种合作快乐，然后你要，所以你就专心的听啊，会有用的。如果亲戚朋友分享鼓励他们念佛念咒，他们身上冤亲债主会找我麻烦吗？你就给搞哦。不会的，冤亲债主跟谁有仇就是有仇，跟你没关系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并不会的。因为你的动机是慈悲，慈悲无障碍啊，不会惹祸上身，你尽管放心啊。快念完了，各位眼睛大大的瞪着我，要下课了吗？好吧，不要再拿来了，可以退兵了。法会功德回向来李龙春，消除病苦。法会功德回向李国清，消除病苦。最后一条，他的亲戚有六次的堕胎，以前是拜神，后来转拜基督教。想问师父，他能怎么样替胎灵立牌位？可由小叔或这个丑女代替，还是他自己本人来立？代替他可以，因为他如果不是佛教徒，你叫他来到佛堂，他不太好意思。但是你帮他做好了，取了六个名字，然后呢，你就告诉他，这个跟宗教没关系，因为就向他忏悔嘛。啊，基督教也有忏悔，希望他蒙上帝的接引啊，都可以啊，只要不要痛苦就好。所以跟他忏悔，然后帮他点灯，在基督教也有点灯嘛，做善事，帮助穷人嘛，这些都可以做的。但是就你而言，你是佛教徒，你可以用佛法替他诵经啊、念佛啊，特别地藏经。重点是，只要你很真心，这六个胎儿一定得到帮助。对，来法会功德，回向这六位胎儿。嗡阿吽，同享功德，离苦得乐。南无不动如来，慈悲接引，得生净土。南无般若波罗蜜多，阿出比亚梭哈。那我想，我们尽力做，尽力帮助，这样就好了。好，那今天还是有结缘品，然后
各位可以再拿一次，然后送给别人，一个是九个重，好吗？手上我带着三个新的，这比较高级的，比较细，比较好。对我们占日法师新做的，他说现在还没有推出来，一次带三个更好看啊。下回我们占日法师做好再来送，好吗？啊，你们可以开始注印了，最好印越多，价钱越便宜。这个质量很好，比较细，还有碎吧？对对对对。他说还要带三条，我说把黑色的改成红色的，变成嗡阿哄，对不对？啊，他说黑色也不错，这个叫黑文书呢，会发财的呢。老外有些喜欢黑色的，这样，但是都可以。还有啊，尼泊尔的慈悲置业他们在做的。好。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 ACIP 召集人李炳云医师。全球 COVID-19 疫情尚未缓解，依据资料显示，约有 20% 的群众在感染 COVID-19 后会产生严重症状。接种 COVID-19 疫苗可以产生保护力，减少感染、严重疾病跟死亡的发生。目前优先提供最高感染风险的医师人员、防疫人员接种 COVID-19 疫苗，将有助于疫情的控制。当群体中大多数的人都接种了疫苗，将可以大幅降低 COVID-19 的传播，让大家随时受到保护，安心工作与生活。如果想了解更多 COVID-19 疫苗资讯，请至疾管署全球资讯网查询。从前有一个富翁，平时生活节俭，将省下来的钱全部埋在墙角底下，每天前往巡视，感到非常满意。没想到有一天钱被偷了，富翁知道后非常伤心，在埋钱的地方不停地哭泣。有人看到便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富翁难过地回答，我的钱被偷了。这人又问，啊，这些钱是急着用的吗？他回答，不是，只是储金看护而已。问的人说，既然是无用的钱，现在改买砖头，把它当金钱一样守护就好了，何必难过成这样呢？这话听起来有些好笑，但却给了爱财的守钱奴一些启示。贪心是一切祸害之源。大智度论上有一段话说，财为恶心因缘，因为钱财常常引起人的贪心，贪心是三毒之首，无量无边的烦恼皆由此生。所以贪是恶心因缘。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贪毒的祸害，所以菩萨的六度以布施为首，布施得大福，又能去除贪毒，自然能远离祸害。